被稱為宙斯系統。咁啊係咩嚟嘅咧？咁第一步就係二七三嘅串流播放器。嗱，咁我一陣咧示範咧都會經過手機去啊、叫佢揾 NAS 嘅歌去播放嘅，做一個串流嘅形式。好，咁咧佢配搭咧就係、是、呢部 D3 嘅解碼，咁同埋呢個 X3 嘅外置時鐘嘅。咁當中啦，二七三同埋 D3 個連接咧就唔係一般用 USB 線嘅啦，咁佢就行到一個廠方研發嘅技術叫 Sealink。咁啊，就係經過一個 IP Square 嘅傳送，目的就係想將當中嘅轉換做到完全同步嘅，減低聲音嘅失真。跟住就係前級啦，前級就用到 P3 麒麟嘅 PM 啦，咁啊配搭兩部 A2 嘅擴音機。嗱，呢部 A2 擴音機特別少少，因為佢本身咧係一部合拼式嘅 amping 嘅，咁啊，假設你買一部咧，可以同時間推兩隻喇叭。但係廠方咧，佢又做咗一個 part 掣喺後面啦，咁可以將佢變身嘅。咁我今日就將佢變身成為一部 Mono Reach 嘅 Power Amp， 咁每邊輸出可以去到400赫。好，跟住就要講喇叭啦。喇叭就係嚟自奧地利 Vienna Acoustic 嘅 Beethoven。咁大家見到佢箱體咧唔係好大，單元咧都即係好似好細隻咁，但係佢嘅輸出音壓相當之犀利。點解咧？因為廠方咧，佢研發咗一個技術叫 spider comb， 咁佢係有一啲蜘蛛爪紋嘅承托咧，去固定個單元，咁令到佢唔好咁容易變形。所以大家一陣可以留意一下佢咧，即使播大頻音樂，佢都唔會點喐嘅，好似好鬆動咁樣，亦都唔會有拍邊嘅情況。在这美丽的夜里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怎么不见旧爱侣？问问为何我空虚？是我错失的字句，把你伤透我不对。今晚请你念过去，来将伤窝占据。让我继续等下去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星星今晚伴我醉，就像同情我空虚。又在雨中等你，痴痴的我已心碎，眼眶的雨渐隐退，人消失空虚。等你等你等你，一世一世等你，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，很想当天的一切能回味。想你想你苦痛，等你等到心痛，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，孤孤单单的我。吹送孤孤单单的我，有
心碎，星星今晚伴我醉，就像同情我空虚，又在雨中等你，痴痴的我心已碎，眼眶的雨渐隐退，人消失空虚。
bien pasar.